我们现在走到回音谷了，回音谷走差不多40分钟。对，你看三姐妹岩这么大这么清楚，你看，哇塞，有够清楚的。哇，现在好热哦，太阳，现在太阳变得很大很热。这是整个观景台，我们等一下从那边出去。哇，人好多哦，运气不错啊，天气越来越好，觉得怎么样？还不错哈。哇，走很远。好。